路看不行吗？这切的多难看！这个边上尾料还有那么多，你这公平一点来吧。那零一毫米了。你上次这抹完之后，后期这里边边上不是都是没胶的吗？你看看，然后你这个留个1公分左右切出来，这看看。已经放过了呀。这个钢棒还是有问题的，钢棒应该没用吧？你看，你接线也是，你不偷懒，你接了还得换。